上课喽！呜！啊，你们还好吗？啊，怎么都没声音？大家好，我是村长，耶嘞！OK， 仪式很重要哈。OK， 大家都吃饭了吗？啊，没有吃饭哈。OK， 我看没有吃饭的举手哈。啊，我也帮不上忙哈，自己烦恼啊。OK， 今天是礼拜六，我们这个铁花村安排最好的，台东非常新成立的一个优秀的年轻乐团，他们叫赤足，这些呢都是这些台东在地的，他们用这样的一个实验性的一个方式后，那大家都一起来组一个乐团，那大家就互相帮忙，互相协助，连乐手也是一样，如果说你哪天在外县市看到他们表演的话啊，那就不要觉得说，哎，怎么那么多人？实际上他们就是这么多人。好，那村长宣布几件事情呢？希望大家一起配合。那首先呢，位置上不能够抽烟，唯一抽烟的地方就在那边哈，那边已经有两位先生，那边怎么示范抽烟？哦，你一次抽五根十根都没有关系，其他在位置上不能抽，好吗？那抽完烟蒂，不要啊，就直接丢到那个桶子里面就好了。那现场也有朋友有带位外食来后，那你吃完的时候呢，麻烦你啊整理一下，厕所前面有个垃圾桶，你把它分类好。啊，接下来就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哈，厕所就是在吸烟区旁边，啊，第一间女生，第二间男生，男生不要走错了啊。如果发现你走错女生厕所，我就罚你小便十次，看你有几滴。好，那手上呢都有盖个章，大家呢随时都可以出入那个靠那个章出入。今天不要带那个外酒，好不好 ？OK， 你如果带外酒的话，一样啦，管他了没啦，还是要罚那个什么，还是要那个开球，太平费了，好不好？还是不要了。这个地方呢，这一间呢是我们今天歌手的休息室。那平常它是我们室内的那个表演的空间。那今天是歌手的休息室啊，你非工作表演人员不要超过那边一个吧台，好吗？你们就放回在这里，俺这边都可以跳哈。你如果身体不好啊，血液循环不好啊，就在这边跳，这边可以让你复健啊，这边会让你那个什么，今天听那个赤足啊他们的音乐，会让你觉得说哎。怎么都会站起来，可以走路回家了。这边是复健区，也是叫摇滚区，好吧？那因为我们铁花村，场也很大啊。各位如果有点调酒的话啊，随时回头看一下那个那边啊，车吧有个号码，那个 monitor 那边看你的号码好不好？要自己过去拿，可以吗？好，可以吗？可以。啊，你说不可以，那我们就只好关灯回家喽。哦，那你喝完酒的朋友还有那个空杯空瓶就拿到车吧那边就好了。最后我们离开的时候呢，也把那个什么啊空杯空瓶拿到那边。那自己的东西要自己保护好啊，自己的女人也保护好。哎，前天情人节过好不好？好啊 ，OK， 那村长也帮不上忙哈、哦、，OK。那最后呢，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周末愉快，旅途平安，来铁花得永生，祝大家今晚睡觉，虎虎生风，也来风调雨顺喽。那还有提醒一点，我们铁花村有很多的狗，不要摸它们，好不好？不要喂它们东西。你如果觉得它们很可怜，100块给它就没问题了。okay, 好。最后呢，我仅代表台湾好基金会及铁花村所有工作人员，祝大家周末愉快，旅途平安。现在我们就掌声欢迎，掌声，耶、yeah, ！没有掌声，我怎么下？没有掌声，我怎么下台？我下台还是有个仪式，耶、yeah, ，这个非常重要啊。OK， 来，我们掌声欢迎赤足。
Hello， 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们是赤足，因为今天是礼拜六，然后我相信现场应该有很多朋友都是从外地来台东玩的，对不对？所以根本不知道赤足是干嘛的，不只是玩音乐了哈。所以在那边跟大家稍微简短的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团队，我们的团队阵容非常庞大哈，非常庞大，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我们的老师们跟我们的主唱好几位，那今天的秀也会有很多的台东的一些很厉害的创作歌手在这边分享一些歌曲给大家听分享他们的创作，然后要不要来自我介绍一下？你好，我是你好李安。好，大家好，我是邵安，嗨。他们很冷静的，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要喝一杯？有啊，已经在喝了。好，再喝了，那跟他们喝一下嘛，好不好 ？OK。没有，我们在跟他们彩排啦。对了，跟他们彩排，在等那个乐手准备的时候，先跟他们喝一下。然后很高兴你们来到台东，我看外地来的举手一下，阿扎，这么多，那我们的家人根本都还没进来嘛？对啊，没看到自己的家人。我们家人在哪里？哇，像这个原住民的都是很爱迟到。好，没关系，他们在努力了，他们在努力了。我看到他们的脚了，还在外面买票了，加油，赶快！一首歌要开始了，现在没有。可以了吗，老师？还没，还没哦。那我再跟大家聊一下。有没有？啊，他怎么那么帅？今天鼓手。他穿我的衬衫。他穿得下、哦。站起来一下。硬穿的。哦。很帅。好，那也不用到前面吧。谁准你到前面？亮相一下，亮相一下。网红，网红。先叫声。耶、yeah! yeah! ！可以了，可以当网红了，得分。但是未满十八岁不要按赞啊！限自己的他的 IG。对对对。好，可以了吗 ？OK。OK， 来，今天第一首歌，夏天给我过来 ，Yeah。亲爱的朋友。开始摆动了，你们身体啊，有喝没有喝都无所谓。好 ，Come on， let's go。我的快乐又不是来自你哪里，我知道屏东有个部落叫做你哪里，来东河的海边找阿飘冲浪吧，干一杯像晒黑一起一口一口一起
受你愧对。Come on, come on, 我想抱在海里，泡在海水里，喜欢的就来。接下来第二首歌是我跟少安的。哎，还有啦，还有鲁布歌。哎，对，鲁布呢，我是还有一个歌手，那这首歌叫做《彩虹》，然后在写啊，就彩虹这个彩虹，然后其实就是支持。对，你说一下，我好紧张啊，怎么办？为什么？是不是没有尖叫声给我？怎么那么紧张？而且你今天穿的好冷静哦。他今天穿超低调的，平时都是最花俏的那一个。好，这首歌其实就是在支持两性平权，然后好，彩虹。OK， 谢谢，掌声鼓励。因为我今天歌有点多，所以。好，我们的鼓手换人了，比较低调一点，大家应该没有发现。长得也比较好看一点。等一下会一直会有换，因为我们的乐手，我们就是一个音乐的平台，所以很多乐手会交换。OK， 在这首《彩虹》，谢谢。
尖叫声了。好，接下来。接下来跟你们，现在特干。不会啦，接下来给你们一个超好听的一首歌，叫《转身》。哦。好，三独唱啊！刚刚听到三的副歌吗？超好听的，对不对？对，比他更好听。谢谢。这首《转身》我要介绍一下是谁写的吗？哎、欸，不要都下去吧！对呀，你们不去，你们全部下去了。我们明明就讲好说歌手没有再下去的。对啊，真害羞。好，这首歌《转身》送给大家，谢谢。
谢谢，转身送给大家，谢谢，谢谢和音小天使西谷。好，接下来我们要介绍我们的另一位歌手，他叫做鲁布。Hello， 大家好。哎，大家好。好，因为等一下会，老板，怎么比我还紧张啊？是怎样？等一下如果开心的话就，你们可以站起来吗？屁股很酸哎。今天是我们那个次组的周年庆，所以那边有挂一个次组的旗子，有没有看到？对，这个一定要讲，每次都注意。有吗？有。有没有？有没有看到那个在飘逸的？哎，敬礼一下。刚刚那个很花俏的，那个是刚那个很花俏那个鼓手，他去山上砍竹子的，很认真啊。啊，他在后面，给他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他很辛苦，辛苦的砍竹子。好的，我又上来了。好，等一下我一直上来。然后现在这首歌是妹妹，然后这首歌是我之前在另外一个乐团写的歌，然后今天唱给大家听。这首歌是在讲那个啦，以前二十出岁的时候爱去夜店，讲夜店的妹之类的。OK OK， 对对对。OK， 那就接下来带着这首妹妹 ，Let's go。
谢谢。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冷静哎，突然到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摇摆，还是太前面了。好，接下来就，好了 ，solo 了我。这首歌也是，我都是拿以前的团的歌了，因为最近小孩子，你看我的小孩子在哭找我，爸爸，对，因为最近生小孩就没有什么灵感可以写歌，对，每次写歌的时候就爸爸这样。好，这首歌是《消失的夜》，它比较摇滚一点，谢谢。慈善老祖，有吗？有，太小声听不到，太小声了不上来哦。哦，好，有，好，掌声欢迎慈善老祖。Thank you.
喂。OK， 那个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首歌的由来，就是三年前我在那个看到一部电影啊，是韩国的，叫做《熔炉》，它就是真人真事的事件，就是听障生跟哑巴的学生，就是在学校遭受校长、老师性侵跟凌虐，所以我们是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写了这首歌，那就是希望说大家听完这首歌之后，可以对这个议题更加的重视，然后让这个社会能够越来越好，就这样 ，OK， 听一下，谢谢。下一首是谁？我是来就是帮赤足一团、赤足乐团站下的，然后来力挺一下。然后下一首表演的上台一下。哦，部落美男子，部落美男子，
大家支持一下，来点噪音好不好？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好，你们好吗？你们买票进来就是，希望你们可以热情点，好不好？你们外县市的举手一下，好吧？哦，那么多哈，好，今天让我们认识一下赤竹哈。然后我是部落美男子的主唱，有听过部落美男子吗？哦，有，好，还好哎。过期了，已经过期了，不好意思。然后今天来帮忙站台，然后带来最后上半场的两首歌，然后这两首歌会比较躁动一点，然后希望既然来到台东了，就玩嗨一点嘛，好不好？虽然你们没有在摇滚区，很希望你们往前呐、啊，然后可以跟我们做一点互动，好不好？好不好？好好好 好, 好，第一首歌先跟我们练习之后，老板副歌。One two three go， 部落美男子。部落美男子，就欧叫了好不好？部落美男子，部落美男子，欧的时候把手举起来好不好？好吧，好，是最后一次哦。One， 部落美男子，部落美男子，有开始有了，部落美男子。部落美男子，哎，这区的朋友，这区的朋友，帐篷底下的朋友，好，鼓手在那个，那我介绍一下部落美男子，也是有议题，也是有一些相关的议题啊。然后，因为部落美男子这首歌就是在写我们部落里面，很多很多原住民的刻板印象就是爱喝酒，然后不工作，啊，我们部落相同也是有很多这种人。然后我们就叫他们部落美男子，因为他们就是做一天休一天嘛，然后从太阳升起就开始喝，喝到日落，所以这种就叫部落美男子。然后也来提醒我们自己要好好工作，然后努力的生活，好不好？来个掌声嘛，好不好？好，开始哦。等一下有问题。哎。他想唱歌。来。有什么问题？好，他是我们乐团里面代表的部落美男子，他叫郑浩。你要记得一起哦。尖叫声，尖叫声！有个东西
貌唱过头。我没人管我，没人啰嗦，身无分文的部落被男子。耶、yeah, ，你可以笑我爱做梦，可以骂我没有用，我却无忧无虑的过我的生活。我可以唱歌不喝酒，也能够喝酒不买酒，我还能唱歌。部落美男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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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哇哇！造起来，造起来！最后一首歌，《冲动派》，欢迎我们的李阳。Yeah， 哎，应该排第一个吧？这个太猛了！哎，我又上来了。这首歌有一个小小的要求，好不好？反正都已经叫那么大声了，对不对？站起来又何妨？好嗨哦！刚刚那个部落，好不好？站起来动一下屁股，魅力不减。站起来了，不要坐了。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好不好？只有一个、哦、站起来，站起来伸懒腰。okay, 没关系，你一个人跳。没啦，他们等一下就会站了啦，他们应该等一下就会站了。这首，好，这首歌《冲动派》，然后是在写以前我跟我老婆吵架的时候。啊，老婆有在台下吗？老婆有带孩子来。哦，辛苦了，辛苦了，嫂嫂辛苦。但是我没有骂脏话。哎，孩子，元宝。好，他刚特嗨呢，一直在跳舞。好了吗？鼓手不要再打错了。歌手会接得很累哦。最好是哦。硬要讲话。给鼓手一个尖叫声。耶！慌啊！不
去在别人的眼里只是你在乱发，视而不见的态度看来都是倔强，失去了控制爆发累积就能量，管如何拦不住我，没有什么就是嚣张，有种就朝着我冲过来，扇你一个巴掌。360个弧度的回旋体，你觉得怎样？手举起来，手举起来，冲动，我的手在发抖，就在你上了你的发抖之后，嘿哥，来到你的脸，我的勇气，你的大尖叫声，漂亮。失去了控制，爆发累积就的能量，能量。拦不住我，没有什么，就是嚣张。有种就朝着我冲过来，扇你一个巴掌。360个弧度的回旋体，你觉得怎样？耶！冲动派的男人。休息十分钟。下课喽！那欢迎大家再次的回到座位上。那我们赤足的下半场即将开始啦。那大家赶快回座。那我们下半场第一组歌手叫杜西固。
大家好。我话比较少。好，那刚好我们的乐手在准备一下，然后我是最后一个加入赤组的，对，算是新生，对，然后虽然年纪不是最小，但是可是因为最晚加入，所以算是最小的。然后会加入的原因其实很奇怪，就是我自己开一间小酒馆，然后刚好赤组的成员就是来我的酒吧喝完酒之后，然后我们会在酒吧，因为就是自己弹吉他，然后唱歌这样，然后刚好被哥哥他们听到说，哎，我的创作他们很喜欢，然后就把我拉进来啦，对，然后今天就在这边，对，会带来三首歌给大家，对，啊，前面哥哥他们就是表现得太嗨了，然后我都是走比较抒情的，对，等一下你们的耳朵打开一下，把你们心打开一下，看我能不能刺到你们的心。啊，我叫杜西固，对，对，我来自大八六九，知道大八六九吗？哎，不知道，哎，知道张惠妹吗？哎，我们同一个部落，哎，好了，太多了，太多了。好，带来第一首歌《不想》。不要自己在黑暗中默默一个人低头，不要哭泣让眼泪流，苦空苦中的双眸是多么让人不舍，让人心疼又让人自责，是多么让人觉得自己是否还能够生存。一个人有多少勇气抛开那不好的回忆，独自忘记一切抽离，说过的话却不提，要怎么告诉自己要有结局，曾经的曾经，要怎么告诉自己已有结局，我失去了你，还不想要这样的放弃你，可是我爱你爱的死心塌地，过去的天怎么忘记过去，忘记有你，
怎么告诉自己已有结局，会失去能力，还不想要这样的放弃你，可是我爱你爱的痴心塌地，过去的天那首歌是我一个人，然后在酒吧里面想说一个情境，写一个人结束了一段感情，然后他很诚实的告诉自己说还不想放弃另外一半。对，如果今天有失恋的人，就下一个会更好。哎。好啦，不知道怎么安慰，对，然后好，然后不要，好，下一首歌就是写一个第三者，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对，然后相信大家，哎、欸，不，就乱讲，不是，相信大家也遇过啦，不是，哎、欸，也遇过，就是有朋友成了别人的第三者，对。然后这一首歌就是在写他们的情境，对，可以听听看，比较偏
白玫瑰。不要乱听。好，这是两首比较严肃的歌。好，现在来一首轻快的。对，不要以为我只会写悲歌。我
会让你们摇起来。这个水是不是有加伏伽？好，带来一首歌，这首歌比较特别，因为我的偶像是蔡健雅，然后我有一次去高雄玩，然后在那个高雄火车站，蔡健雅不是有拍一个 MV 叫《抛物线》，然后他就在那个美丽岛站，对，然后刚好我就在高雄火车站，我想说，哎，这个那个曲是我们那个贝斯手郑浩哥丢给我的，哎，好赞啊，哎，海龙宅子变一个。然后他丢给我的时候是在凌晨三点，然后就刚好我们喝完酒，然后他就刚好一个旋律，我说哎哥，这个旋律给我，然后我就想突然想到有一把吉他，我就想说我可不可以在2个小时之内写完一首歌，然后就刚好把这首歌写完，然后这首歌就叫做《平行线》，刚好也是就是敬我的偶像蔡健雅。对，这里有没有蔡健雅的粉丝？有哈，要支持他好不好？对，要支持姓蔡的。哎，好了，太多了。哦，这个不关赤足哦，是我个人。好，再来这首《平行线》。有，前奏进来了，开始扭了。
掌声，谢谢，我是杜西库。好，我要介绍一下我们下一位，对，我们下一位也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创作歌手，对，我们的香玉，掌声欢，掌声鼓，掌声，掌声鼓励，好，我们把麦克风交给他。好的，谢谢杜西谷带来这么漂亮的表演。然后，我是季谦，对，然后今天带来的表演比较不一样，就是我刚刚就是开始学习怎么创作，然后开始怎么学习去外面唱自己的歌。然后我平常都在台北，所以我在台北的就是各大小小的餐厅在那边唱歌。然后因为赤竹今天办这个活动，我很甘愿的回来，给赤竹一个掌声鼓励好不好？好的，我来自新丁卡罗兰新源部落，对，然后呢，如果你们喜欢赤竹的，因为我真的希望你们可以多多的给他们一些加油跟鼓励，然后也给我们加油鼓励，就是我们都写我们自己喜欢的歌，今天带来的歌曲是比较不一样的，就是在我的创作里面，我带来一首纯母语的歌曲，然后今天也是唯一一首纯台湾族语的歌曲，然后叫做《家》。就是我很向往这些在台上的前辈们，他们有这么多的表演的机会，然后在外面打拼回来还是继续做音乐，那我在外面我也会继续的加油跟努力，所以带来这首歌叫做《家》。기바제눈인다기비땅아시슬라바두와두송아시슬라바바춘다자이가여자이빌리인니가순아슴머그스다수바부랑어자누아근아주와수젠니마방아우리구시장어너가문안마준마우아구마리다나스자그루스시가부다아주아이가마가디아기바가치가주인나벤누라아기슨나더바보다기시야기사차다만우아간이니가순아스마가스나수바부랑에자누아간아주와수전니마방아우리구시장어늘나문안나준마우아구마리다나스자두시시가부다아주와니가바카디가주인나벤누라아기슨나그마법가기시야기사자다마우아간
panas jagusi Shiga kuta azuam Iga makati akiba keji Katsui na bendura gisinai Debabau kakishina Iza jada mamu新丁，把现在的掌声交给赤足，掌声鼓励。OK， 我又来了。哎，怎么那么冷静？Hello， 是，刚有去外面买酒了吧 ？OK OK， 那吹。好，我们的三姐姐呢？他今天没有颜色，还没有剩下的。今天礼拜六开始点。套一下，搞不好就复活了。什么？他套一下就复活了啦。什么啦？他整个人就不一样，变身。他今天穿黑色的就有点失魂落魄。等下他先变身。很臭、喔。不会啦，弟弟的汗。哎、欸，你穿反了，穿反了。最好是很臭啦。你不要硬讲。我有喷香水哟。啊，瑞娜，我有擦瑞娜。瑞娜的味道吗？男士瑞娜，很厚，厚厚的。这根本是去海边游泳吧？这件。最好是。不晓得后面热得像太阳。哦。给鼓手一个尖叫声。马萨罗马里马里。特斯拉的衣服。特斯，那下水的。好，我们继续聊天，因为麦克风有问题。Yeah! 好，给你机会讲话。OK， 应该有变不一样的吧 ？OK， 那等下会比较好一点。给李阳主唱一个尖叫声。Yeah！ 花生花生三楼各单位，请小心，请小心。接下来这首歌叫《蕾蕾》，这首歌蕾蕾在写，在酒店工作的。那他因为他早期是在早期，没有，他就是到北上工作了。那他就是迷失了自己，然后到八大行业工作，然后就渐渐的一直这样忘了自己的梦想，对，然后沉沦了下去，然后他就叫蕾蕾。OK。对，有了吗？好了，有了吗 ？OK， 那就带来这首《蕾蕾》，谢谢。一直太亮，尖叫声不够，各单位，来点花花车上尖叫声。好，感谢。你到底在紧张什么？我可能没有喝酒，第一次在那边没有喝酒。不够，不够，不够，那个鼓手就不会下节奏。尖叫声，耶！谁声音那么屌？
没那里去干嘛事情，老天就让他失去了挚爱双亲。那夜爱哭红的双眼告诉自己没有人为我，来必须更加努力面对人生才开始学的困惑，但是日子还是得照样的过，就算是喜怒哀乐孤单寂寞，这才叫做生活经营，也要活得像场华丽的秀。夜空他打包行囊离开家乡，站在车站他听着走廊，仿佛失去了方向，看着人们的脸庞，而他无知的心房早已无法分辨是真是假。旅美后一份的工作是在小餐馆的那厨房洗碗的小姑娘，大神们叽叽喳喳说的年轻又漂亮，给我真叫傻。回去都沙哑了呢，一定要，这是一定要的。OK， 接下来下一首。等一下，鼓手说等一下。目前鼓手手有点抽筋哦。啊，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太累，太累。OK， 接下来这首《阿美公主》，现场有阿美公主吗？阿美族的公主。有，刚刚。我刚看到好几个，刚在那边吧。挥个手，向阿美公主。落寞。罗爵阿美公主嘛，阿美公阿美族人口最多的，没有人举手。有啦，有他们害羞，阿美族比较害羞，真的。是吗？我觉得啦。OK。哎，阿凡现在知道速度吗？没有，我们先交唱一下那个副歌好不好？我们一起唱，因为那边的阿美公主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好不好？老师一个。等下我们一起哦，我们快去学会了。来哦，一起。Oh, hi, yeah.
你们唱一次好不好？会不会是太难的关系？好了，他们等一下会一起唱了。OK， 那我们就带来这首《阿美公主》，谢谢。有了，好像有比较醉了。
接下来就是次组的最后一首歌了，不要忘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全体全部上来了，不要忘记。应该在场，是不是酒醉了？应该在场很多人都会唱。长发哥哥酒醉了吧？没有没有。OK， 应该有听过吧这首歌？因为他的主歌，他的歌名应该跟你们会唱的地方有点不一样，他们都不知道这首歌叫什么，他们只知道耶耶耶耶哟哟哟哟。哦。怎么是你们声音？是我的，不好意思，我太大声了。妈妈搭嘛。哎不。等下，刚好。好。大声一点，来来一起唱，来我们一起唱啊！所以我们最后了。
气氛一起营造吧。好。耶耶耶耶，呦呦呦呦，啦啦啦啦，不行要分组，要分组。有点小声呢。耶耶耶耶，呦呦呦呦。哎，每个人都张开一点点就好了，就很大声。这样分的，来。哦。对抗赛喽。有有。右边应该不会输吧？前排的，前排的，我们一起好不好？你们最靠近我们。接下来换鼓手，换鼓手。一起拉，一起拉，一起，我们一起唱。耶耶耶，呦呦呦呦，啦啦啦啦啦，哦哦。耶耶耶，呦呦呦耶耶耶，啦啦啦啦啦。One two three four。耶耶耶，呦呦呦，啦啦啦啦啦，哦。耶耶耶，呦呦呦。开心点，开心点，音乐。耶耶，摇了摇摇，再次大家起来 ，One two three go。耶耶耶，摇了摇摇，啦啦啦啦。耶耶耶，摇了摇摇，啦啦啦啦。耶耶耶，摇了摇摇。因为最后一个和弦停在小调，我有点不开心。应该是要开心的结束，对不对？我们要先假装最后一首了吧？我们先假装下台。OK， 来来，安可马上来，时间还 OK 吧？有没有耽误到大家？没有啊。大家举个杯，谢谢你们今天的到来，感谢。那就带来这首排湾族的巴拉歌，听过吗？这歌叫做《拉拉伊》，会唱的朋友我们一起唱啊，好不好？前排一向都是外地的，是不是？然后没有反应。OK 哦，很简单，待会就教大家啊，先听长马歌唱一下，好不好？啦啦咿哟哎，阿姨神啊，是哪一啊？乌拉怎么啦？是马里多。唱到后面来，乖耶，阿姨是哪是哪一啦？我拉着门。
抓下去哈、okay, ，DJ 直接抓下去。再来一个尖叫声！他一定要！音乐直接给他炸起来！耶！哎哎，快点吧！萨克开起来！脑袋不停转动，失去我的方向，我还能以为谁？爹地妈咪都来 ，solo solo， 送给他们 ，solo。哎，好 ，MMA 继续 ，MMA 继续，这时候摇滚区的朋友在哪里？哎，下去 ，come on。
下次见，谢谢大家，谢谢。Thank you, love you.